千人，嗯，来听相声，来捧我们，是无以为报。嗯，其实好些观众特别喜欢您，大家都是喜欢听相声，爱看于老师，太爱。跟我合作十年了，嗯，对我帮助很大，不敢说。如果郭德纲有这么一丁点成绩的话，哎，那么完全得利于我自己。您请。这个，您以后要不介绍我，就别往我这边比划一下，行吗？没说完呢，您说吧。单丝不成线，孤木不成林。嗯，浑身是铁，打几根钉子。这对，没有人家的帮助，能有今天吗？哎，不敢说。借这个机会，好好的感谢一下我的夫人。这里到底有我没有啊？有你。哎，您说我呀？要是没有你啊，我早就红了。啊，我一直搅和来了，是吗？开玩笑。嗯，这些年合作非常愉快，很好啊。主要是您的艺术水平高，您太捧我了。本身素质高，哪儿的话，这可不是一般的人呐。啊，在我们后台人都知道，忠厚长者。您又捧我，大伙也喜欢您。嗯，为了亲爱的观众，一定要注意健康。谢谢您，保重您的尸体。哎，尸体？这什么？保重身体？保重您的身体啊！哎，我这个嘴怎么身是吧？身体，和蔼身。嗯。什么乱七八糟？和医生，这您就甭弄这拼音这事儿了。您好吧，对不起，啊，没怎么念过书。您看你不弄这，希望您健康。谢谢。坐在我们后台，嗯，是一个特别可爱的人，大伙儿倒是都捧我。时尚，还谈不到。真的，你看这头你就知道。到您80岁登台，老艺术家，嗯，一脑袋白毛卷儿，嘿，跟喜羊羊似的。您瞧您比这东西，多么快乐啊！啊，台上啊。穿着演出的服装，嗯，哪天到后台看了，戴着大金链子，啊，130斤，这么长金链子，白天戴着，晚上摘下来锁狗，啊，我跟我们家狗用一条链子，是吧？那还了得啊！穿那个衣服，时尚就在这儿了，那是应该。什么叫时尚？啊，别人都没穿，你先穿，这叫时尚。哎，领先。当年跳那个霹雳舞，那就80几年了。本来那手套，嗯，断指的，对，就是上面这儿没有露，没手指头那个，对。咱都不懂，那就外行。怎么还破的？他乐了，这你不懂吧？啊，你看这破了吗？这有窟窿哈。啊，这你外行了吧？就是，这叫霹雳手套。对，我还有霹雳的袜子呢。啊，还露着脚趾头的袜子。我还有霹雳的内裤。啊，那穿不穿得起什么作用啊？那穿不穿我们不管，但是确实好破啊。哎。我从上边直接蹬着我，穿一面口袋出去了。有身份，这都是有身份的装扮吗？我都崇拜你了，就这个呀。哎呀，有钱。嗯，那会儿他们家跟皇上是本家儿啊，倒是沾点亲。这个鱼是后来改的。对啊，现在知道于老师，嗯，鱼会都会写哈。嗯，左边一个马，右边一个户啊。想当年那会儿，这甭想当年了。您说那驴呀，那个一个马一个户，这俩。一样吗？怎么会一样？这那鱼啊，驴啊，这马户驴呀，马户驴，马户驴啊。所以说，你怎么姓驴了又？谁姓驴了？你我一直说姓驴，你改姓驴了？你说的驴吗？你挑一个，挑一个。不，什么叫挑一个？就得是鱼呀。姓鱼啊，于老师啊，因为那会儿他们家啊，八旗贵胄啊，倒是百旗，对吗？对，这老说那个八旗子弟的。嗯嗯。有他，在我们家在旗啊，跟皇上是本家，宗室，满洲正黑旗的，哎，正黑旗的呀，满洲铁灰旗的，哪有这色儿啊？满洲正黄旗的，我们这大太太生的还正黄旗的干嘛？什么？正黄旗的，正黄旗啊，跟皇上是本家，嗯，他曾祖有一名字吗？叫爱新觉罗匡。叫什么不好，非叫罗匡啊！啊，咱不知道你们怎么起的这名字？哪有这名字呀？清朝有八大铁帽子王，一辈儿传一辈儿，哎，就有他们家其中之一，八大铁帽子王之一，哎，绿帽子王，哎，你瞧我们家挑这色儿吧。要说一辈儿这样不算什么啊，辈儿辈儿这样。当初一老生的时候，嗯，俩孩子，是他双胞胎。北京叫双胖。哎，列位啊，这个太好了，这会儿这都有这个家族的这个叫遗传基因的、啊、对对，遗传基因上辈有这个、嗯、还会有这个，是啊，你别人生一个人家俩，哎，他们的邻居啊家有双胞胎基因，你说是吗？没错，也没听说过邻居有基因，我们家生双胞胎、啊、邻居家里有基因，你们家也有这个基因，你说清楚了。大伙纳闷，用这胡同姓出双胞胎的、啊、哦，他那会儿一老生俩一对，是当年的医学条件有问题，嗯，然后就是死了一个。对了，
糟践了啊。嗯，可惜了，就剩一个，就我了，剩一个。死的那个是你，你是你哥哥。你想着，你想着。我想不过来了，我这个怎么那么乱呢？咱不懂，因为你这个医学上他们这叫卵生啊，就是这不对呀、啊，这个怎么叫卵生啊？双胞胎嘛，卵生啊，卵生兄弟，卵生兄弟啊，您这。我记得有个卵生啊，啊，卵生有，那是蛋夫的那个。我们这叫孪生，孪生啊，孪生，孪生，然后糟践了一个，剩了一个啊，就是，这就算是孤儿了，孤儿了，啊、怎么算孤儿了呢？这很孤独的一个，我没听说过，不这么说啊，这孤儿不叫孤儿，但是你打这起，你算是得了乙了，他就疼我了，就疼他了啊，哎呦，这能说，您要怎么了？断奶的时间特别晚啊，那就疼我，就断奶晚，这可不算什么，各位啊，是家里有那孩子三岁了还吃奶呢。有吃四五年的，我这可不是拜访您，没有，他这很正常。于老师断奶就晚，对，家里宠、啊、他吃奶一直吃到昨天，哎，吃到昨天，我要今儿不演出我还吃呢，是吗？就是奶粉喝的那个买的驴奶，驴奶什么牛奶，牛奶喝的牛奶，现在还喝这个啊，强壮身体啊，身体好就完了，很健康，家里有钱啊，他关键想吃什么有什么啊，他爸爸多有钱，你净跟外国人做买卖，跨国的工作，坐大飞机。啊，坐啊，扔出去的这飞机，不，那能坐人吗？塌了吗、那管什么呀？嗯，塌一下就能坐人了？不，怎么，反正坐飞机，飞机大，哟，他爸坐着飞机啊，咕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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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老跟拉了似的呀？你这，哦，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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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枪打出去的，闹不清楚，不懂这，没错，不用学这个相声词啊，说相声的不说相声词吗？有时坐轮船啊，出洋出海，跟外国一块儿，三层甲板大轮船，算他爸。在尖儿那儿啊，客轮，让我们荡起双桨，划着出去的呀。嗯，这么大船，这不累死吗？这个，咱也不懂，我这么形容吧，反正是，就不用形容了。这个坐船走有危险，有什么危险？在公海碰见过海盗，哟，大伙都看过电影电视剧《海盗》啊，啊，胡子拉碴，大长头发啊，是是，有一眼有毛病啊，第一个眼肉，嗯，要钱啊，他就是图都吓坏了，嗯、唯独你爸爸，说要多少钱？他镇静，嗯。300万，嚯、哦，300万美金呢、啊？嗯嗯嗯，他爸爸乐了，哦，给你400万，嚯、哦，给我开一张1000万的发票。哎，这怎么想的？这是，你猜怎么着？啊，海盗都哭了。是啊，就这打流眼泪。哎呀，哎呀，还是你们挣钱狠呢。哎呀，海盗都没辙了啊。回国之后，他爸爸辞职不干了，那还干得了吗呢？那天天跟屋数钱，哦，这就挣下来了。打这儿起，唯一爱好就是花钱消费，天天就想呀，怎么能花钱呢？嗯，就这点乐趣了。哦，早晨一睁眼吃早点，嗯，就能花多少钱花多少钱。那能花多少钱呢？咱们吃早点，你吃个几块钱，10块8块得了。嗯，你烧面油条你能吃多少？那倒是，是吧？人、嗯、他爸爸不吃。那大早上起来吃烧面油条没身份，吃什么呀？好一大盆啊，啊，一大盆炖吊子。这是猪肠子，哎，北京的风味小吃，哦、对，猪大肠，嗯，大盆，这是有人跟我爸爸抢啊，这不护食呢？是怎么着？这也不是，就吃的出这声干嘛呀？快乐嘛，就跟哎呀，一看猪大肠，就跟见了亲人似的啊！你才亲人是这玩意儿呢，这形容啊，形容什么形容啊？这是早点，就这一盆肠子，不得个200-300块钱？那也花不了多少。这是早晨。啊、到中午了啊！啊，中午咵，这大盆就钻来了。什么呀？肠子。哎，还是那盆。啊，还是那盆，但是肠子加工的方法不一样了，做法有区别。早晨那个都剁了一段一段。对了，中午这是一根儿，整根儿在这盆里边盘好了。嚯、哦！哎，甩出一头来就是知道。这要手艺了，你爸爸看看啊。啊。没人，哦、吃饭吧。嗯、啊。找这头，把这头夹起来搁嘴里边。嗯。这是嘬这肠子呢，还是嘬肠子里那粪呢？孙子脏！废话，怎么那么恶心呢？这个到晚上更了不得了，还什么？大肠刺身，生的了！哎呀，我要吐！我哎呀，还刺身？我这我爸爸一天多骚气呀！这一全是肠子。有芥末蘸芥末，那管什么呀？那个蘸芥末，那蘸什么也是这玩意儿啊？有小料，小料。就是腰花吃，哎，好嘛，哎，你爸爸吃饭是没有串门的，从来没有，那是味儿就熏出去了，就是有身份啊，尤其是逢年过节，老头最开心的时候。过节怎么了？过节可以花钱呢。过节花怎么花钱？平常就花钱，这逢年过节、啊、有花钱的理由了。找什么理由？他爸爸跟这儿啊，
看着月份牌啊。哦，你先等。我爸爸要现形啊，是怎么着？月份牌挂着低，哎，低就低，蹲下看，耍什么脖子呀？跟着。你看，哎，啊，今天立春，大春，他爸爸高兴了。怎么了？大春可以当节过呀、啊。这当什么节呀、啊？有戏。嗯啊，日本人的是怎么着？中国话呀、啊？中国话有戏。有戏。怎么有戏呀、啊？嘿，只能花钱了。有戏。啊，就这么个有戏意思。有戏。有戏，嗯，阿里嘎达国飞马，哎，这不对了，这、啊、这还是日本话呀，快听出来了啊，啊，多新鲜！大春，啊，北京人大春烙薄饼，对，什么炸鱼炸虾，嗯、啊，切点肘花酱肉，哎，就这样，这就是应节儿，嗯，他爸爸没有，我们呢，小薄饼让人笑话，不吃这个，老大饼，怎么大？哎呀，120斤面一张，120斤一张饼，哎，发面饼那么厚，嚯、哦，知道吗？嗯，吃不了，晚上盖，啊，我们家人都住在饼里头。四口人宰7个牛不够吃的，能吃蜗牛、嗯、蜗牛啊、嗯、这人有吃蜗牛的吗？说了说了味儿了 啊, 啊，吃调料不好，就得花钱，花钱，这是花什么钱了？打眼的功夫五月端午，对，爸爸乐了啊，有戏又来了，又可以花钱了啊，这又有戏，包粽子，哎，这就应该的，他们家的粽子个大，哦，半吨一个，半吨一粽子，别人家包粽子还弄小粽子，嗯、啊，搁4个枣5枣，嗯、啊，就完了。人家这个一个粽子里边、啊、2棵枣树，啊，把枣树都搁里头，做开了包子里边吃。哎呦，吃粽子饮雄黄酒，还得喝一口。应节嘛，嗯、啊，喝完酒了，他爸爸坐在这儿别扭，嗯，嘛叹气，郁闷了，干嘛郁闷？郁闷，心里别扭。因为什么？自个儿别扭会儿，得跟于谦念叨念叨，跟我说说。儿子、啊，你冲那边行吗？你这没事又占便宜，你。哎，儿子，还是我，不是你非冲我说是吗？我跟你说实话，我冲哪边都得喊你。我保不了了，我。这个今天是五月端午，嗯，我这心里边很难过。哦，我想你妈。我妈，你母亲不是咱北京人，哪儿啊？家住在四川峨眉山。峨眉山，你还有个姨，嗯、啊，叫小青。那一年，他两个人到西湖岸边旅游去，我是出差到杭州。西湖岸边下雨，他们找我借了把伞，游湖借伞，其实一段美满的姻缘。哦，后来咱们邻居有个海大爷，还海大爷呢，搅和了。行了，这别提，您这说《白蛇传》的这个，你们家的事，那不是我们家，不是吗？说串了啊，好，当我没说啊，这是五月节。打眼的功夫八月中秋，八月节了，8月15了啊，天下人都是啊，吃月饼过节高兴，对，你们家得过俩节，怎么会俩节呢？既是中秋团圆，又是你父亲的生日。嗯，我爸爸跟兔爷一天生日，赶顺了啊，赶巧了，哦，全家亲戚都来了，大伙坐在一块儿、嗯、你老头过生日，老头高兴，哦，就是个8月15，哎，我过生日、啊、这个驴耳朵那点还，反正还是兔，还是折耳兔，还是一个这怎么回事？不驴耳朵呢吗？痒痒，痒痒也不能这么高啊！没有这个啊！你不要大肠，非有这事？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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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没有大肠耳朵，没有没有，还是的吗？老头打怀里啊，掏出一胡萝卜来、哎，儿歌都出来了，爱吃萝卜爱吃菜是吗？啊，没有没有，根本胡萝卜放的，没有这胡萝卜啊啊！这个别放，怎么那么碎的啊？你让人活不让活？废话，不学兔子活不了是吗？你看看，好吧好吧，啊，他爸高兴啊，对。您就不用再加那么大身段，好吧，好吧，知道吗？好，倒没说啊。啊，今天中秋节啊，吃月饼。是，说吧，吃什么馅儿的？怎么还报报馅儿？这一句话就看出有钱来了。怎么呢？定制去。哦，单做。找大的糕点公司。嗯。单独为我们家人出一套新模子。嚯！单独的和馅儿、和面，麻烦了。按我们的工艺来，这难了。是是。哎，身份的象征。好，都说吧，吃什么馅儿的？嗯，你，带鱼馅儿的。好。带鱼馅儿。你呢？腰子的。好好。你是孜然的啊？哎呦，你是芥末的哈、啊？好，我来面馅儿的。那不就是白饼吗？那个还面馅儿干嘛？有身份啊！下单子，一个月饼得合1万来块钱。嚯、哦！尤其那盒更值钱了。盒？咱们那月饼盒，塑料的、铁的就完了。就这个。人家家的木头的。嚯、哦！紫檀木上档次了。小叶紫檀更讲究了。长方形。嗯。哎，一个里边装月饼、哦。那么说。盖上盖也不知道谁点的什么馅儿，怎么办？怎么区分呢？谁点的什么馅儿啊？嗯，在那个盒上挂一相片儿。相片儿。8月15，嗯，全家人做好，一人抱一盒。哼，
这多丧气呀、啊！这个过节了。哎呀，行行了，行了，别哭了。八月十五，我们家一人抱一骨灰盒吃月饼，就是太丧气了。就是这么有身份，这是没有这么造的。到后来，北京城住不开，全家移民了。哪国呀、啊？房山。哎，房山叫移民呢。到房山县啊，那儿地儿大呀。那是买了好大的一块地哦，盖房子是房子太讲究了，好啊，远瞧雾气昭昭，近瞧瓦窑四少、哦，就跟一块整砖抠的似的。我们家都住在蛐蛐过笼里头，整砖抠的这么大，比划不过来，一大片子啊。是说好了，门口有四颗门槐，哦、上马石下马石拴马的桩子，哦，路北了广亮大门，上有门灯，下有懒凳，内有回事房、管事处、传达处，嗯、二门四扇绿屏风，撒金星，四个斗方写的是足疗宝剑。哎，这谁说的？有写足疗宝剑的吗？写什么？斋庄中正，斋庄中正、啊，背面是严肃整齐。哎，进二门，嗯、方砖漫地，海漫的院子，下顶圈高搭天棚三寸六。三寸六，我们家都蛤蟆是怎么着？多高？三丈六，高搭天棚三丈六。嗯、四个赌头写的是贼星高照。嗨。吉星高照，下顶天挂虾米须的帘子，东顶天紫口封门。嗯，往屋里一看，画露天机是别有洞天，里边是挂着闪缎的被窝，闪缎的褥子。都尿炕了是吗？什么？这名人字画，唐伯虎的美人，米元璋的山水，刘山的饭面，铁宝的对子，板桥的竹子，宋中堂一笔虎字，正当中乾隆御笔亲题，写的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哎，什么乱七八糟的？您、这能是乾隆写的吗？白天家里人都上班去了、啊，天一黑都回来了。哦，霓虹闪烁，灯光璀璨，对，串门的朋友也多，啊、谈笑有鸿儒，往来无薄丁。嗯，他们家姐姐妹妹也多，一个个捯饬的漂漂亮亮的、嗯。串门的客人有好书法的，写的快点挂正当中四个大字。阖家欢乐，天上人间。哎，去！人间，哎，去！他说比我年长这么几岁，确实是个大哥。那我应该做，有点心里别扭事儿，跟谦儿哥说说。哎，我们交心。说完之后，我哭得挺惨啊。那不就更别扭了吗？那不是，他跟你讲这个事儿如何如何，开导一下。过后，哎呦，敞开心扉了。哎，对啊，有的有时候好些别扭事儿，有时候也愿意跟他说，有时候也不愿意说。怎么还有不愿意说的？因为有的时候啊，我、有的事儿可能是怨我。哦啊，这我对不起，我错了，这我知道。有的时候我闹不清楚为什么。哦，所以有时候真是窝在心里边。没事，有什么别扭事儿您就跟我说，我就方便分析。举一个小例子啊。今天来的各位可能也会知道这个事儿啊。哦，北京有一条主干线叫二环，那是最里边的，这个围着北京城转一圈。嗯，您走过二环吗？嗨，走过呀。在座的好些位也走过吧？那肯定，北京人可能都走过二环。好吧，那我问一下啊，嗯，就说这个走二环这个有没有学历的要求啊？您这想歪了，走二环跟学历没有关系，必须什么是大专的、大本的，是什么？有的、没有没有，小学生照样可以走，都可以是吧？对，就是那个包括家庭环境什么的背景有您别瞎琢磨、啊，这跟任何都没有关系。你趁多少钱才能走二环啊？跟钱也不挨着，都可以走二环。我能不能走二环？你也可以走二环呢。你不用骗我，真的，好哥们好兄弟，我这我骗你干嘛？你也别安慰我，你就跟我说实话。我就是实话，你也可以走二环。各位您可都听见了，嗯，忠厚长者于老师说话不骗人，我不打诳语。他说了，我能走二环。嗯，可为什么我走二环他们不让我走二环？各位，我一说这事，我不是真的。为什么我不能走二环？对不对？我自己我能躲着车，对不对？撞死我活该，是不是？来车了我躲，是吗？这边说，你等为什么我不能走二环？那是不能走二环，你刚还不能走呢。这谁知道你走着上二环呢？我一直说走二环呢。您这什么概念呢？这是一分钟不到就变卦了，这都是人吗？这都这不是变卦了，走二环不是这么走。不让我走二环，不是不让走，您这坐车呀。我坐车他们欺负我，坐车谁欺负你？坐公汽车欺负我？没听说公汽车欺负人。我也没有月票啊，我也没有卡啊啊！当然我买票，买票就可以。你说多少钱给你？你没零钱，你也别找我。你这还挺大方，这可以吗？可以上啊，我上啊，上好上车、啊，上车，车上啊啊，都坐着呢。哦，这车还挺空，净那空座。哦啊，我能坐吗？能啊。没有这么大肚子呀，老头老太太小孩都没有啊，不牵扯让座。那这个情况下，我能坐不能坐？你可以坐呀。好好啊，我坐这儿了，把这车窗推开，哦，看看车外风景。没问题啊。
你这有点危险呢，就是看看风景。啊，前面那个窗户也开开了，哦，也探出一脑袋来，进去。人家提醒你，你还出来了？你说我，啊，就不气迷心，快快快进去！我着吗？啊，就不，这不是较劲吗？那可对不起了。怎么了？哎呀！哼，您这比吃猪肠子还恶心呢，知道吗？韭菜鸡蛋馅儿的，哎呀，哎呦，我都听不见了，都腻死了。我最讨厌韭菜馅儿，你知道吗？什么馅儿也不能这么吃啊，知道吗？说实在的，欺负我，这不叫欺负你。不能坐公交车，怎么总结出来的？知道吗？人争一口气，我受一炷香。你要干嘛？长志气。你哎，买辆摩托车。哎，你骑着摩托车就可以上二环。列位，好摩托车比汽车不便宜，也是很贵。来辆车。哦，买回来。什么牌子的？还没骑呢。啊，你这就不像话了啊！好摩托车又没起牌子的吗？我不认识，都是外国字儿。哦，进口的，也不是新的，就二手的老车，别人骑过，反正人家说收藏的那种叫。啊，那还是个老爷车。哎，反正是有年头了。什么年代的？苏联专家撤退时留下的。哇，这有过于老了吧？这个买回来这车，呵，从屋里边到院里边都铺满了。您买的是零件啊？就是散的吗？哦，咱们自个儿组装啊，往一块攒。您有这个手艺？脑子先想摩托车什么样的？现想啊！您太碎了，太碎了。哎呦，碎成块攒，啊，拿铁丝拧上。嚯，有了地儿了，拿鞋带儿，这能结实得了吗？这个一个来月组装上，啊，站在这儿。哦。我也趁摩托车了，哼，来一朋友串门，嗯，啊，变形金刚，哎，这位眼神也不怎么样，这倒霉样，你看看，摩托车，哎，哦，是吗？是，还揉揉眼睛，哎，哦，你这一介绍还真像，哎，不说是什么都认不出来。我有摩托车了，这也算有摩托车了，哎，我可以开着它上街了。不成啊，您这么团没有牌照，起呀，啊，那您上人那儿起去，找警察叔叔，嗯，您说我来给起个牌照，好。不行，嗯，把你摔死了活该，哦，你这车要是一散了呀，容易把老百姓见着。哎，好嘛，这一撞都往出飞零件儿啊！您这拉倒，不起了，拉倒啊，骑是得骑啊，哦，找人画一牌照，作假。我们这有一说相声的，嗯，叫侯震啊，就在我们这儿。哎，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的长子长孙，嗯，叫侯震，对，大脸盘子，嗯，这脸跟囊似的，嗨。什么比喻？嘴碎啊！有一口头语儿，老说像话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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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找侯爷啊，手里画一牌照，哦，画了一个牌照，是吗？又都画了一本驾照，驾照你也没有啊？没有，好嘛，收了我200块钱，还要钱，真心疼啊！啊，比买车还贵，您这车还没花200块钱呢，8毛钱一斤，嘿，好，按照废铁这么收来的，140块钱啊，弄得了。牌子装上，嗯，车本揣好了，哦，我要上街了，胆子真大，干嘛呢？踩着了没？哦，踩火呢。啊，哎呦，哎，您这车肠胃不好吧？我这车烧豆油的。哎，好，刮肠。哎，哎呀，这痛快！哎，那是痛快。您痛快了，您不管后边这地了吗？不许废话，这就是羡慕嫉妒恨，知道吗？谁羡慕你这车呀？哎，别惹我啊！啊，开出去了，开车了，好，上了街了。哦，列位，嗯，天黑了，请闭眼呐！好，杀手出来了，这上街高兴。这轱辘还不圆呢，是怎么的？轱辘我补了一块。哦，完之后他颠的，那是颠的，这多难！有一好处啊，走到街上，大伙都给我打招呼，啊，也给我点出来，哎，看谁都是熟人的，走大街上，满马路都是，哎，这回不认识你啊？废话，你冲人点头吗？上街了，啊，旁边过去一辆小汽车，哦，他竟然超过了我，多新鲜呢！他这是要作死啊？嗯，人家还要作死，哼，你这别不服了，你看，我不是不服，我颠着的这，哎呀。我一定要超过他啊！我得，哎，我打他车头里，别过去，
这不是玩命的吗？哎，往前加速，鸟疼我就过去了。好家伙，车不出声，人出声，您这交警喊我，下，拦住了吗？15分钟之后，车停了。啊，怎么停那么长时间呢？整停交警跟前儿，嘟，行，甭点头了，跟人聊几句吧。嗯，哎，交警看看我。嗯，您好，啊，经理呢？有两件事，其一，说，嗯，什么事儿？第一，嗯，你压我脚了。哎，那还定什么理呀？这玩意儿，你怎么不喊疼呢？啊，我鞋大。哎，一看就是发的。啊。那么，请问第二呢？啊，第二，嗯，不是我让你停的，谁？那个路口那个交警。我说停15分钟的这个。上车来、啊，我带你找着去。谁跟你去？不去啊！我刚结婚，犯不上。哎，是警察说的话吗？这都，啊，开车，哎，有点客气就走了啊，回来了啊。嗯，这边这警察正等我呢。哦，看不见影了都。大圣，哪有大圣啊？孙长老，收了神通吧、哎？你就跟他嚷一句。回来了。嗯、你哪儿去了你？嗯，哪儿去了你啊？我这不回来了吗？啊，什么事儿您呢？你刚才抹上这车了是吧？是啊，你打那过去，这车到现在都没动。哎呦，啊、过去看看去吧，瞧瞧去吧。啊，是，走，咱们参观参观。哎，什么叫参观参观？打开车门，车里坐俩人。哦，两口子。嗯，男的趴在这方向盘上不动了。嗯，女的坐边哭，倒了霉了。怎么了？警察同志，您瞧这事闹的啊、嗯！我们是两口子，我们今儿出去玩去。哦，啊，我丈夫人特别好。嗯，就是胆小。哦，我给他讲《聊斋》来着。你瞧这主意，正抢着呢啊！打车头里过去黑影，嗷、嗯！好家伙！这位开车愣吓死了，你到现在趴着就不动了，惹祸吗？不是，警察瞧瞧我，哎，嗯，有本吗？嗯，递过去，真胆大，他接过来，嗯，你别走啊，你别走啊，少说点来，你这照片上怎么盖一侯震的人民缸啊？哎嗨，缸还盖错了，你结果把我给拘留了，哎，你就这罪过，坐在拘留所里边，眼泪都快下来了。你瞧，这么大活人把我拘留了，嗯，正难过呢，外边警察又送进去了。哦，这位进来说话呢，说什么？像话吗？像话吗？像话吗？这好，把他也背进来了。哦，侯爷您好，你怎么进来了？嗯、哎，这跟举报了，说我给人画那牌照什么的啊？嗯、啊，那准是呗，你给人画完，人举报你了。嗯，你都给谁画过？嗯，我就给你画过。那不就是你说的吗？待了几天，我出来了。嗯、啊，侯老师还留在那儿、啊。哎，他罪过大。哎呀，出来之后倒是遇见个好事。怎么呢？老话说否极泰来啊。哦，有人给我介绍个女朋友。啊，这倒是好事。你瞧，这净倒霉了，有好事。啊，又是姑娘很漂亮，好看啊，烫的那个，啊、这样的。哎，你打我比什么呀？烫了一脑袋花卷头。嗯、啊、嗯，抹着眼眉。啊，一直能勾到后头去，形容一下嘛。哦，口红，差点把脑袋给劈开。嗯，嘿，擦眼睫毛。哦，护衫护衫，大长眼睛毛，嗯，哗一翻能把帽子挑去，好家伙，钢根的这是，嗯，还带着那个美瞳，哦，哎呀，真好看啊，跟哈士奇似的，哎，跟狗似的，什么话是叫？哈士奇不就是狗吗？哈士奇是狗啊，啊，哎，我还以为英文美丽的意思呢，这您怎么琢磨的这是？我说夸谁谁打我呢，嗯，这姑娘姓找，哦，叫别扭。这女孩叫找别扭、嗯、大名叫是非。哎好，指不定多难伺候呢。嘿、哎、我们俩聊得可开心了。哦，到最后她问我、嗯、你有汽车吗？说有。愣说，我怎么说出这么句话来？你有啊？说完了后悔了、哦、行了，过两天开着车找我，咱出去玩去吧。得，她走了我傻了啊？哪有啊？就是这不要了命了吗？说瞎话，站在街上看着来往穿梭一辆一辆车，嗯，眼泪都快下来了。怎么呢？你说怎么就没有一个人啪开辆大车停在我这下来？爸爸您来这个吧。凭什么人家这不改神经病了吗？这，哎，打这边来辆大奔啊！凭什么你开车？哦、凭什么我站这儿？嗯，我身体迈半。哎，不是好主意，嗯、好吗？这不错，这不错哦，谢谢啊！嗯、身体绊绊的怎么着？你猜怎么着啊？给他给吓的，嚯、哦！给我给疼的，哎，压上了。哎，我得亏左还蹭破皮了。哦哦，哎，想一好主意，怎么了？暂时没有车可以去借，你找谁借？再等5天，我就能借着车了。怎么着？5天后侯爷就出来了。还找他借呀、啊？给他做好朋友。哦，那也不行啊。嗯，这本儿你也没有啊。再等5天不就可以了吗？干嘛？侯爷就出来了。哎，你吃上侯爷了是怎么着？那有交情啊。还有一辆车。哦，菲亚特126P。啊，就那小车。这车八几年值好几千呢。啊，是，现在一分都不值了。
那不行，我有辆车就比那车强。哦，然后侯爷出来了，跟他一说，您那车在哪儿呢？嗯，在房上。房上好车能上房吗？是啊，搬梯子上去一看，嚯，哦，140多个塑料袋装着这辆车，那么贵呀、啊！雇三轮车拉回家来，啊，满地都是汽车。啊，他这车都是平面的。准备工作做好了，啊，买铁丝儿，买鞋带儿，他这汽车费鞋带儿，你知道？还车，哦，千里之行始于鞋带儿，没听说过。哎，什么呀？哎呀，这个车年头太多，好些配件都没有，那缺件儿啊！我往里边续进一辆摩托车去，就您那车续进去了，我那车续在里头了。哦，又续进一辆半自行车，这好嘛，全是攒的，一个来月攒得了。哦，都挺好，是，就一个遗憾，嗯，每个座底下都有一副脚蹬子，哎。自行车零件不能浪费了。嗯，行，就是他了吧，也就凑合。找找别扭，这什么话？这是他叫找别扭，我找找别扭。哎，你们俩早晚就那么别扭，嗯、我听着。来，上车。嗯，坐在那儿，哎呦，真好哈、啊，这车真新鲜哈、啊。哦，我这脚搁哪儿啊？哎，没地儿啊，不有脚蹬子吗？啊，搁上吧，搁上吧，搁好了。哎，咱们这是概念车。哎，您这车就剩点概念了啊，概念车啊、嗯。待会儿咱们一块蹬啊。哦，汽车怎么还得蹬着？环保嘛，是吧？哦，白天别发动。哦，哎，咱今儿出去玩去。哦，哎，我带你五环一日游。哎，这车跑五环是得一天啊。但是啊，嗯，我可不敢许你，哎，只能跑一圈了。哎，还到不了，看咱俩的体力好吗？哦，这跟体力还有关系呢。来，预备，走。哎，真蹬到天黑啊！啊，连半圈都没蹬了。那是，我们俩累得跟孙子似的，气儿都上去了，四脖子汗流啊。嗯，哎呀。他说：“那个，咱上点事儿吧。啊，我有点饿了。哦，走，咱们出去吃饭去。哦，哎，下来之后，旁边有一个幸福村西餐店。啊、哦，这好得了，好不了啊！村里开的西餐店，你管那个解饱就得了呗。啊，坐在这儿上，什么叫刀叉了？哦、哪叫饮料了？牛扒乱七八糟全上。哦，服务员啊，给我来一瓶啤酒。啊，哎，开车可不能喝酒，我这叫开车呀。我把这茬给忘了，你真抬举我，蹬着过来的啊。”来瓶啤酒，哦，要常温的，哦，不能喝凉的。怎么？我大姨夫来了，啊，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不能。行行行，你等会儿吧，你、啊、别胡说八道啊！怎么了？你先打住吧，这胡说八道什么呀？大姨夫来了，你没弄清楚你。这个人没有社会常识。怎么了？我喜欢喝啤酒，但是呢，我如果说喝常温的 啊，一瓶顶多了。我喝凉的，十瓶八瓶都是他。哦，我大姨夫是我大姨的爱人，啊、约好了晚上上家来跟我喝酒来，我得留着肚子跟他喝凉啤酒，所以这会儿只能喝一瓶常温的，怎么了？你瞧，我理解错了，对不起啊，我大姨夫，这别说了，这也不是什么好话，这都解释完了吗？这不解释管用吗？不是我嘴脏，是你心不干净，知道吗？谁呀？哎，吃饱了喝足了，走上路。嗯、啊，俩人出来坐好了，惦着跟我商量。哦，相过，相过，发动吧、哦。我实在蹬不动了、哎，累了。我后天单位出差，我别误了。哎，后天呢？好吧，你稍等啊。哦，下来。嗯，还是这动静。我这0.1的排气量。哎，0.1的排气量，您这还不如一屁劲儿大呢，这。0.1的排气量，您这车我跟你吃2两黄豆谁都能开。好意思说嫉妒，我这有什么可嫉妒？嫉妒啊、哦、开好车，好发动、啊、俩人坐在车上，好还颠腾啊，别看天黑满街都熟人啊、哎、跟谁都客气，往前走、啊、车头里来一老大爷，哎呦，这老头有60-70岁，坏了啊，哎哎咔，嗯，闸线还崩了，哎，这车还有闸线呢，哎呀，大爷别动了 啊，别动，千万别动，是是，砰、哎、撞上了，老头一个轱辘站起来了啊，我说不让动的啊，瞄准了是吧，这好，动一点都撞不上，这我赶紧下来啊，大爷大爷大爷，没事吧没事吧、啊啊、老头站起来了、哦、我练过武术，得，要不然非撞坏了不可，是，得了，咱对不起对不起，我走了、啊、别去，赔钱呢、哦、啊，您不没事吗、啊、一说没事咣当的躺下了，哎呦，哎呀，赔5万吧，好、啊、碰瓷儿来了，大爷咱别玩笑啊，啊，哪能有5万，是有8000我就传飞机了，哎，你别提这个了，哪儿能传飞机呀、啊、你按这账头算差不多、啊、有按你这账头算，我们俩这说着，嗯，车里边别就听见了啊，一听还赔钱呢，嗯、把他那座挪到我这座，他跑了，这娘们真仗义啊，嗨、哎。
还捧呢，车也跑了，人也跑了，我得追呀、啊。是啊，我站起来就追啊，老头后边追我。哎呀，三分钟，老头跑我前面去了。嚯、哦，大爷，我在这儿呢啊！哎，别叫他了，扭回头又追我，把、嗯、我吓得呀，穿、啊、大街越小巷这处跑啊，哎，拐出胡同了也不谁、嗯，地上有一地沟，把这地沟盖给挪开了，敞开了，我没看见，咣叽就掉里边了。你看看，也不错啊，躲一会儿是一会儿，藏着吧。正躲着，老头追过来了啊，低头一看，哎呀，老头啊，上年纪人心眼好，一猫腰一伸手把您拽上来了，把盖儿盖上了。哎小辫儿一撅，站在当街，谁给我鼓掌，我管谁叫爹。这不挺好吗？你长不了个儿，你知道吗？不是，你这个心太坏了，你知道。这怎么了？什么呀？这都是你这是向着我，你这是向着外人的啊！不是，这不挺好吗？你得来一个好的呀！还得来好的，多新鲜呢！今天闭幕式，你别暴毙了，不行啊！啊，你会什么呀？哎，我还能唱，唱大伙都知道，唱歌呗，哎、是吧？我唱歌啊，唱歌你也会啊？哎，这回我唱一特别的。你现在还会唱特别的歌呢？我唱一个温柔的。你瞧瞧，唱一个抒情点。是真的吗？是真的。那咱们来吧。啊、来来来，太好了、啊！您抒情一点。哎，我会的啊！哎哎，我抒情的歌曲啊。嗯啊哦啊哦哎啊是的啊是的啊是的个的个的啊是的啊是的个的嗯哦啊哦哎啊是的啊是的啊是的个的个的啊是的啊是的个的啊啊啊呀哟啊呀哟啊是这个呆这个呆这个呆这个那个这个呆这个呆这个的呆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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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哎呀哟啊咿呀咿啊咿呀咿啊咿呀咿啊哎呀。我有钱，我要死了，你别去啊！不是，哎呀，活活累死我呀！这叫什么抒情啊？多抒情啊！不是，这，哎呀，这，走！哎呀，走！琴可不是钢琴呢、啊、那是也不是口琴，都不是，那都西洋乐古琴，哎，瑶琴，孔圣人弹琴弹的最好，对啊，念书人过去都讲究弹这个，哦，现在会弹的太少了，没有几个，太忙，但是他父亲弹的很好。又说到我爸爸这儿、其中有一个叫不遇知音不弹，哎，对，得有知音，必须有知音，他父亲有时也等知音，也有，哎，来了，嗯，街坊王奶奶，哦，你先等会儿吧。王奶奶是我爸爸知音，王奶奶原来也是大家闺秀、啊、懂这个、哦、来了哟，西门大官人，哎，西门庆啊，你爸爸请客去啊、嗯、王妈妈，哎，这好，主要人物都快出来了，你这、啊、王奶奶高兴、嗯、点根烟谈吧、嗯、哎，谈吧，老流氓吧，这不是，怎么这范儿呢，岁数大就这样，谈吧、嗯、你父亲这洗手啊，啊，净手净手啊，嗯，焚上一炉香，嘿，扶着琴，嗯，当当噔噔噔噔滴噔，滴个里个当，里个里个噔，噔噔噔滴噔。打住吧，打住吧！我爸爸坐猪圈里弹的是怎么？这猪八戒出来才这曲子呢，知道吗？咱也不懂。那您就胡弹呢？弹琴，包括这下棋。哦，琴棋书画这是一套，棋呢？哎，这也得跟知音一块儿。哦，你爸爸坐这边，王奶奶坐那边。哎，怎么老有这王奶奶呢？啊，这我妈干嘛去了？你妈跟王爷爷聊天呢。这好嘛？瞧我们家这乱劲儿的啊！半天啊，你父亲拿一子，嗯，啪，哎，军长，哎，军旗呀、啊，怎么这太没档次了？得象棋、啊，玩别的他们可得会啊，不会还说什么？琴棋书画啊，书，他父亲最爱看书啊，那是啊，屋里一面墙的书柜啊，各种版本的《金瓶梅》都有、哎，他就不看点别的吗？嗨、哎，他那个没有画的外看，哎，净看画的更不怎么样了，尤其是这画画，他爸爸喜欢。哦，老头打小学画画，哦，学的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哎，这他画画吗？这个那回给我拿一扇面，那就给我画画一个。哦，愣画。您画一什么呀？美人爱不爱？美人啊，美人。嗯，我想画侍女啊，有这个。对呀、啊。哎，什么貂蝉、西施什么的。嗯。说那行吧，您画一什么西施？文、嗯、大影星爱不爱？
哦，现代的。哎，画一大明星。哎，这爱不爱？爱呀、啊。画谁啊？嗯，章子怡，爱不爱？好啊。那你要能画就行呗。嗯。多长时间？一个月。哦，这就短点。一个月。嗯。一个月我去了。哦。大爷，我那大美人画怎么样了？哎，那章子怡拿出来了。嗯。画得了。嗯。姚明爱不爱？怎么把章子怡改成姚明呢？他这画的比例差点儿，就是。嗯，爱不爱？爱是爱，好改吗？啊，好改，好改，好改。哦，鞋再画大点就行。哎，就是按姚明那么画的，这多长时间？嗯，十天，这行。十天我又去了。啊，大爷，我这姚明呢？嗯，姚明。风景画爱不爱？哎，改风景画了。这两天手哆嗦，风景画行不行？啊，我给你画个2012的年底。哎，好嘛，没日子活了。嗯、啊，画吧，几天？三天。哦，三天我去了，又拿出来了。嗯，我这风景画怎么样？对呀、啊，黑扇面爱不爱？哎，什么呀这是？啊，我给你画的海苔。哎，没听说过。你找人写金字去吧。他就没用合上岁数了。嗯，手不利索。哦，画画细致画不了了。哦，但是他爸爸写字写的比画强、啊。那是有功底。哎呦，小字也好啊。啊，我见过他爸爸，光写自个儿的名字那真帅。是吗？蝇头小楷。嚯、哦，来，大爷您写您名字。好嘞，颜德墨，天宝的笔。好，写自个儿名字。嘿。这我爸爸有俄罗斯血统是怎么着？名字那么长，就写错。哎，嗨，更不怎么样了。哎，大字也好，大字打抓笔，嚯，写完之后字这么大个，要功夫。哎，笔跟墩布似的。哇、哦，写、嗯，写完了我一看，呵，这啊，写的我是霸王，这四个字跟楚霸王项羽相提并论、哦。我是霸王，写完了挂呢。嗯，咱外行念错了啊。哦，王八是我。哎，相声想说好了不容易，是，但是有窍门，还有窍门。哎，你看啊，几千人、几万人，咱们认真，嗯，三五位也得好好说，都一样，对得起大伙。嗯，你不能说人少得了，我偷个懒吧。哦，不能那样做，是跟澡堂子似的。怎么呢？一个人你也得让人洗，那当然，挺大的池子，就一个人跟那儿泡。啊，经理越看越恨。哦，哎呀，嗯，电钱、水钱。不够挑费，这么大池子，就他一人跟那洗澡。嗯，哼，放水。放水。这位洗正高兴呢。嗯。一低头，油。嗯。退潮了。哎嗨，水没了。嗯。下功夫就会成功。嗯。于老师在这个行业里出类拔萃。您又捧我，我很希望您坚持下去。我谢谢您，奉献更多的好作品给观众朋友们。我努力，我在我这个行业，嗯，向您表示祝贺吧。怎么还您这个行业？您不是我们这个行业吗？去你的！像我们这行业的，但是我这个素质要比你们这个行业的人要高一些。怎么？你们还有不信的是吧？有人夸我，嗯，说我文武双全。您对，还文武双全。从小的时候，我立志要做一个文人。哦，文人。作为一个这个，你下去行吗？你上惯了炕了是怎么着？作为一个文人来说、嗯、我很希望嘛多读书、哦、多出好作品。那是因为在上大学的那些年来说，我也确实是想、啊、谢谢各位、啊、大学生跟抹不丢的呢、嗯、我、啊、我这就上大学了怎么着？谁不信了？还是你弄死我？你带刀了吗？借给我，我弄死你。您这大学生怎么跟流氓似的呀？您这什么六毛五毛的是吧？我们就是大学，我上过大学、哦，哎，上过大学，谁呀、啊？你呀、啊？啊，行，好，可以，就没跟你商量了，这个，不，你到底上过大学没上过呀、啊？我刚才说上了吗？说上了，啊、那就上了。这位倒好对，我怀念我的大学生活。哦，您在哪个大学？管着吗？不，这叫什么话呀？我跟你不过这个，这有什么过不过的呀？那什么毛病这是？上过就上过呗。不是闲聊天，我问问您，您说上过，我问问您在哪个大学毕业？这边也是我们同学。哪儿啊？清华。嗯、清华什么？清华。没问出后面那字儿来是怎么着？这几个女孩跟那喊清华池，清华池，还是一块洗过是怎么着？嗨、啊。清华大学嘛，是不是啊？清华大学您。就算清华大学吧，行吗？什么叫就算清华大学？有池子没有啊？能没池子叫清华大学？不是，有池子叫清华大学呀、啊？清华大池吗？
什么清华大池啊？就我就上过学，怎么着吧？还真是上过学，上过吧？行，上过吧。这叫啥大劲儿？不上学我能写那么好的 一首字吗？是不是？写字好啊啊！这个说实在的，写字腕子折了是怎么着？跟这画，干嘛呢？写字儿，这叫凤舞龙飞。哦，撇撇如刀，点点似桃，嚯，凤舞龙飞一般，知道吗？啊，没少给人写，净求字的。哦，先生您受累吧。好，行，你甭管了，我夜里去。啊，夜里去，夜里去，写完了转天墙上我的字，办、哦、证。哎，我您也不敢在白天写这个。谁说的？白天我卖字儿。哦，您还卖字儿？多新鲜！喜欢我书法的人很多。哦，我的作品要拿出来得卖，知道吗？卖第六。哦。先给他做纸啊、哦！哎，做纸没听说过，怎么呢？写字还现做纸，做面巾纸，知道吗？面巾纸、哎、见过卖纸的那撒金的那个吗？对呀、啊。哎，咱们这跟那差不多，有面哗哗哗弄好了，知道吗？拿面做，哎，把面做好，然后给哎来鸡蛋啊，哎哎哎、啊，然后铲那边嗯，翻过来啊，纸就做好。完事得问你要课本的，要镇纸的，课本镇纸，课本方的，方的。上点有几条，哎，哦，哎，这是长，两根一套，哦，卷、哎、好了，这才写字呢，哦，写字，我有时候用那个，用那个六笔居的墨，有时候六笔居出墨嘛，有时候也用天元的墨，是吧？哦、六笔居的墨发黄，哦、天元的墨好，黑不筋的，黑丝丝啊，还长呢、啊，哎，写完了，叫朱砂不要，叫朱砂不要。来点朱砂，搁点辣椒，哎，一套，走你，哎，走，大宝，哎、啊，您这叫写字，写字，您这叫摊煎饼，您这个。这是写字吗？这你看这人啊，啊，气人有笑人无，好听点。明赤宇宙晃动乾坤，哦，九站北纬路甲一号，不怎么样。人家给咱喝的号大扁，叫天津风味，哎，还是煎饼啊，知道吗？天津风味就出煎饼、啊，知道吗？没钱都不好使，交朋友。所以说这个文人的生活是很清苦的，是吗？回家跟我父亲说，老爷子说别费那劲了，哦，你倒不如啊，继承咱家的门风，你们家做一个练武之人，就你们家练武的呀？你不知道，我怎么非知道啊？你瞧瞧。我父亲名驰宇宙晃动乾坤，嚯、哦！江湖人家送外号草上飞，怎么飞贼呀、啊？你爸爸是？你爸飞贼？不是草上飞吗？飞贼？轻功盖世，嚯、哦！竟有那个大批的练武的上我们家偷袭来。是啊，老头安排人呐，嗯，把这个徒弟们也好，哥们兄弟们，你收哪儿？你收哪儿？都收好了，埋伏。贼人容易晚上来啊，夜里。哎，都安排好了，都化上妆。我们这人怎么化妆？都化妆成植物，蹲着蹲着。植物？夜里边贼人来了，有带一桶的，有拿报纸的，有拿梯子的。哦、哎，有骑独轮车的，哎，那甭说了，砍他们我们。哦、嗯，你们家后院还种着小太阳花呢吧？嗯，还嗯呢还，您这不是植物大战僵尸吗？这不是？你少来这套，你甭来这套啊！啊，哎，所以说有这么好的家传，我要不练武我就冤枉了。啊，您干嘛打算练武？练武，戏文习武。嚯、哦，老头带着走，带你们见高人去。投名师访高人。高人呐、啊，我的老恩师。谁呀、啊？家住在京西北悬平坡下坎那个地名叫胡岭。胡岭、嗯、没听说胡岭出武术家呀，净听说胡岭出那个卖粽子的。我的老恩师啊，啊，我也应该先洗洗手、洗脸再说他老人家的名字啊。你不至于这么讲究，对，先啐老人家两口，就如同漱口了。哦，这就叫漱口了。来，你也吐、哎。啊，你告诉老人家在哪儿呢？哎，这什么话？我吐什么？我跟你尊敬一下啊，老恩师啊，是一个出家的人，僧人。嚯、哦、啊，江湖人称唯米高僧。唯米，唯米，哦，世外高人。嗯，父亲带着我们哥俩去。你说这事儿，你看我这两位犬子，嗯，打算拜您的门下，跟您学好练武啊，您得教。嗯，这老先生，这武术家都楼了，这练吧。哦，干人不吃饭，是不是？这叫什么话？勤俭点啊，勤俭，该换水换水啊。嗯，该干活干活、哦、哪儿的黄土不埋人呢，挺好。我、啊、这就忍了是怎么学吧、啊、这一说学不要紧、嗯、要写下生死文约。哦，还订合同。那当然了。我父亲说好，你摆香堂吧。还有香堂。说了一声摆香堂，正当中预备好了、嗯、香炉蜡签都准备齐了，后边挂着我们祖师爷的神像。还有祖师爷？那当然了。谁呀？屈原。这倒对，没有屈原就没有粽子了。嗯，忘了，就吃粽子纪念屈原呢。打这儿起，我们哥俩跟着老先生这儿练功。哦，先练掌，后练拳，最后练兵刃。这掌怎么练？掌好，嗯，有一大水缸、哦、啊，里边是铁沙子。嚯，这手跟着，就差这铁沙子练这掌。刚开始差不了铁沙子，那刚开始是江米，江米对，好，哦，就这么干插吗？也不是，有石头子儿摘出去。
您这给人宰米呢，这是练功啊。啊，后来就练这个啊，全铁豆子，哦，都是铁豆子，揣铁豆子，一上来弄这弄表，嗯，一上来是红小豆，光揣红小豆，为了增加这个掌面的摩擦力，嗯，这里边搁红糖。哦，您这儿揣豆馅呢吗？这啊，你没练过功，你不懂这。废话，这揣完米，揣豆馅，这都练完了，练兵刃。兵刃，西梅棍拿起来，院六树，当当当，哎，打三下歇会儿，干嘛打三下歇会儿？祖师爷教导我们说，嗯，有枣没枣打三竿子。哎，这好，祖师爷什么都告诉。哎，马上啊就到五月初五了，什么日子？我武林大会的日子。嗯，五月初五是武林大会，各地客户都很要紧的日子啊。哦，分客户。这天哥俩我们就练武呢。嗯，啊，把这锅端下来，把这凉水锅都坐上。这是练武呢吗？正等着呢，啪啪啪，有人砸门。哦，开门一看，不认识。啊，您找谁？我们是北京八宝山贸易公司的。八宝山贸易公司，欢迎二位去。我们是做跨国买卖的，嚯，什么生意都有啊。挺大的，这头进去，打那边出了一小盒啊。那肯定是这生意。去吧，我们老总想见见您。嚯，头前带路。好，来到这儿，我一瞧，吓我一跳。怎么了？这帮人可是练家子，是吗？这儿有一个二层小楼，哦，底下是黄土建筑道，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各种兵刃都齐的，嚯。哎呀，这家会呀！啊，练家子，总经理出来了，嗯，六七十一老大呀，哦、久闻两位武术高超啊，今天来的太好了，嗯、两位楼上请，上楼。可上楼说上，他这楼没有楼梯，那怎么上啊？这难了，这叫抻练抻练，怎么抻练？怀里边掏出宝贝来，啪一扔，哦，老头带人呜就走了，啊，借这机会拉着我哥哥打后边噔噔噔噔噔噔噔。啊，上去了，爬楼梯呀、啊，啊，爬楼梯，借这机会上去，一会儿工一下，老头回来了，啊，脸都气青了，是，这谁扔的粽子？哎，这好嘛，也就拿粽子蒙老头了。坐这吃饭吧，啊，山中走兽，云中燕路的牛羊海底鲜，嗯，看着每个菜啊，都觉得特别有食欲。哦，哎呀，人家这是有档次啊、嗯，包括这菜盘子里雕的花都这么好。哦，哎，你说人家萝卜片雕的怎么这么漂亮？萝卜，一个萝卜雕的啊，特别精致，是吗？每一片上面都有眼儿啊。哦，老头乐了，那是藕。哎。您什么都没见过，合着对不起，没见过啊！吃吧，吃饱了喝足了、嗯，请我们到楼下来，要抻练抻练。怎么叫抻练？练练武术。好，来一个夜战八方藏刀式。好，哎哎，起来吧。怎么这自杀来了？是怎么着？地上滑是怎么着？这是地滑吗？脖子都下来了。练完之后，老头挺高兴。哦、求你们帮一个忙。怎么着？我们八宝山商贸公司啊，别提这个。最近准备请你们走一趟倭国镖。倭国镖，现在什么叫倭国？嗯，大个的倭国切开了，里边装上金银财宝。哦，哎，咱都不敢走，嗯，一点问题都没有，你们敢走？哎，装好了，咱们趁着天黑赶紧出发。好啊！哎呦，月之中天狗听得嘡啷啷一声啊，有了则了，还得这帮贼出来见劫是开开啊，两边一站，嗨、哎，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处过，留下裤子来。哎，这要裤子呀？听这坏了啊！这贼这是要劫色呀！哎，嗨。有什么色可劫？我说哥哥，你上啊！啊不不不，你来哦，我来就我来，吩咐来人呐！怎么着？带过我的诸位？哎，没听说过啊！骑马那是骑猪，骑猪肉头啊，肉头玩意儿。翻身上了猪，两步到了跟前儿。嗯，我还没说话，这小子真的咔咔一刀，怎么着？把猪脑袋切下来了。哎呦，翻身下了我的猪肉。哎，这改猪肉了，可不猪肉呗？没脑袋了。哎呀，我说大胆的责人呐、嗯！你也不睁开眼睛看一看啊！你瞧瞧大爷我是谁呀、啊嗯？名驰宇宙，晃动乾坤，威震北纬路，假一号，人送外号天津风味。嗯，话音刚落，这贼扭头就跑，怎么回事啊？当初吃煎饼没给钱。全家了。